个媳妇去打工的，那都是人家年轻人陪的呀，年纪大的也能陪啊。我想跟你爸跟人兴起兴起一回，我陪一个吧。你真想陪啊？真想陪。人家陪兴起的很，来家把夺走了，我来家把夺走，管我管。总是能吃亏。你是不是想报仇？有意思的。打工我就不来了，到年年再回来。咱姑姑也跟着操办来。咱们过世的年代最长的，咱们买来的衣裳，对，以前的。你经过你的男主同意吗？哎，我叫他同意，他就得同意，是吧？不呗，人家陪伴了就陪啥？年纪大的还没见有陪的呢，除了恁那年轻人陪伴了，像俺那大的真没有陪的了。你要起个字儿吧，就是我给你找个衣裳，妈妈，这样妈妈。你陪我？你这开心，配合。这个干吗？管管管管，这里都没以前的，这位都是这位随手穿的。哎，这位随手穿的，你这随便拿一个。听咱妈说了，咱妈开心就好，咱别听。让你拿这个，你拿好看，你拿哪个？你拿哪个？不背口袋了，还讲好看吗？小哥，看你俩等会儿得抱着你俺去咱俩打工去了。真是打工呀！我到年年来给你上点好吃的。没开始嘞，孩子们。恁俩不去，下来下来。恁都拉了恁奶奶啊？我说去了。头一句是咋说的？媳妇去打工，那是真不中。我说大姑爷，你别拉我，你别走，我拉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嗯，咱们头一年，乖乖来穿这个。头一年穿这个，我再换个裤子。对。你撒小篮子。电表都没电了，我没学着充电。我这狗腿都咋样？快，我扎一下给你。赶紧带我一块去！你两年半了，你俩就最能干了。哎，小伙子，惹你点烦吗？别说你这打工一年多了，连头发都没染。我厂子里忙，我业务忙得很，我一点时间都没有啊。生了吧？生气了。怪不得咱爸那么想拍这个，原来就像展示一样。都做过当老板的你，一来不加。王总，哎呀，王总，王总，等回来别忘了聘请我当保镖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总之你的气质，不理他了。妈妈，你别撂他去呀！背的口袋还在那呢，气质拿出来。好嘞，我是王女士的保安，不是保安，是保镖。听那个汤字儿，像保镖不？俺妈去当打工当老板回来了哈，你看恁儿媳妇变样不？哦，当老板回来了变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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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叫媳妇去打工。
那是真不中，打来打去连他电话你都打不通，打工头一年也能挣俩钱，给你多少还有一点共同的语言，打工一年多回家给你没话说，反正就是不想给你费一个被窝，打工两年半不信你们看，回到家里他都敢给你对着干，打满三年工他样样都精通，满嘴撇的普通话没人能听懂，走路挺着胸一条丝袜能过冬，隔壁老王他都说这个闺女中。好嘞好嘞，我到家了，我两天了就回去。好的，我三天以后准时回去啊。忙得很是吗？好的。